哦，即马来这布袋港，哎，这布袋，家己的布袋，这几片哦，哦，啊，这条西边，啊，西边对面那条是海边哦，啊，结果是海边这边内底吼，啊，这拢围条，这拢隔条的，这吼拢是一隔一隔吼，这是拢人的土地呢，嗯，这边原来是足大的鱼温啊呢。在400公尺处向左转。在300公尺处向右转。这条是布袋桥，哦，哦，即马过来这个嘉义，哦，还有布袋，哎，布袋渔港，哦，观光渔场，哦，哦，今仔咱呢来吼，较有一寡摊拢开门。啊，咱位置行好啦，啊，位头甲行甲尾，嘿，一挂拢无共款。好，我叫贝阿达咧卖物件，嘿。我等礼拜因咧，哦，迄、那个，哦，叫做布袋观光鱼市场，哦，啊，这等于拢是美食街，嘿。哦，这吼拢蚵仔蒸较多啦，啊，咧布袋嘛，家己啊，啊，隔壁就是迄个东石，哦。东石大家拢知影啊，蚵啊，吼，蚵啊，即拢出产蚵啊。啊，其实出产蚵啊，吼，为迄个东石遐吼，啊，甲台南吼，吼，啊，规座拢是迄落鱼温啊。你查某来这坐哦。哦，足侪种的吼，啊，即边拢餐厅，咱来甲行一日啊。啊，再来对鱼翅。嗯，啊，边啊餐厅，咱先餐厅这个去不完。哦，咱啊洗菜市啊，啊这大部分拢是咧卖海产的物件，嗯。哦，啊这蚵仔煎，看起来嘛足好食款，哦，你看。嗯，这真好真，嘿。
啊，前两日才大分啊，一分拢五十啦，嘿啊，啊好食，蚵仔个鲜，嘿，哦，啊，这拢因个海产的物件，哦，今仔日拢有，啊，这毛蟹哦，哦，沙公啦，红鳟沙母，哦，当然有啦。因遮个吼海产足俗个，嗯，若机会来遮吼，买遮海产吼，真正爽。啊，这乌鱼子吼，啊，拄啊翕个乌鱼子。哦，逐位个鱼市场嘛拢无共款。哦，啊，这红鳟呐，哎，天天价100块。哎，很老啊，野生的。哦，这上好。嗯。人这吼，拢有标价下，嘿，一杯安尼二啊五。哦，拢足鲜的啊。要食海产落来即款的吼，安尼海边啊，哦，我得很恶的，好啊。哦，宝贝啊，哎。哦，啊，今仔来遮呢，这个鱼啊，哦，产品真多。哦，乌鱼子啊，一片300啦，一片400啦。哦，阿妈要干咩啦？哦，海蟹。阿妈要干咩？哦，这只够较特别，哦，较大只。哦，今仔足闹热闹呢，遐物件拢足鲜的，嘿啊，哦。哦，这拢拢甲你标记，一只偌济，吼、哦，这天我食三鲜鱼，偌好。加回来，包了。哦，今仔那生意来，那较好，较济人，鱼港有鱼港的特色，哦。啊，你咱来市内菜市有菜市的，无同款的吼，各种口味都不一样。嗯。哦，这拢有现捞啊，人遐都啊现捞啊，嘿，活的啦，嘿。哦，人家乌鱼子足多的，嘿啊。嗯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好。
哦，这个鱼鳝哦，真真多，哦，这拢全全那个，哎，野生的，哎，哦，一只一百啦，哦，够俗的吼，够大大只，嗯。我看嘛有，哦，人家在处理的啦。来，新鲜的，新鲜的。哦，人家海产哦，真正拢足鲜的，活灵灵，哦，才外口这条嘿，这条够细安尼都，都规个吼，内底饲，鱼饲啦，啊，这啥物件？啊，这里啊，哦，香螺啦，哦，这很切的，正鲜，哦。哦，这是蛙的呢，哎呀、啊，哦，这是啥物件？哦，你看，这鱼卵啊，活灵灵。哦，这拢很老啊呢，足鲜的，哎呀，拢蛙的，哎呀，哦，这嘛拢蛙的呢。蛙的蛙。哎呀，哦，阿姐你看麦。哎，拢很乌的呢，嘿啊，上赞，上鲜的。哦，龙虎斑呐，哦，特大三百两百，百三。哟，这嘛拢很老啊，拢活的，哎，拢活海蟹啊，哦，海蟹上上赞上鲜的，啊，你看嘛这，哦，拢很乌的呢，嘿啊，嗯，啊，咱行了行上尾这条，哦，这条拢很乌的，这个上鲜，哦，足多物件。哦，人个拢现咧现现咧钓吼，好啊，遐时时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人个逐单拢生意拢足好个，哦，人家拢算一半啦，啊，人家拢标价，你这这个袂歹。哦，啊，三大盘才一百块。哦，香螺这个较大只，哇，今麦
八折。嗯，嘿嘿春天了，再来一次。有。嗯。六只要送五百块呢，不错。嗯，我叫那个一个直销中心，哎呀。这无啦，这是反光的。诈骗集团。哦，啊，迄条就是迄个布袋桥，嘿，布袋桥。我行入去鱼池，哦，迄个上边啊，迄条还无翕到，还过来翕较清楚的，哦，哦，今日真闹热啊！哦，鲜虾饼，哦，就是这個。
好恁看一日，看一日无同款的。啊，这路都青蚵仔素啊，伫遮，哎，要食青蚵仔唔免惊无，哎，好，安尼嘛，这蚵仔壳。足侪种，足侪种口味啊！哦，在布袋港，顶届来无翕，啊，即摆来吼。翕的话较清楚，大家看较欢喜。哦，啊，遐头前了哦，啊，黑小厝啦，哦，啊，烟啊大个嘛，哎呀，黑小厝啦，哎，阿弥陀佛啦。哦，啊，另外这个这嘛是一个三 D 的造景，嗯，哦啊，一个大只鱼啊，嗯，啊，头前遐个石船啊，放伫遐。这就是敢那，互你游这安尼游港的，这好多港，嘿，布袋港。啊，这只船你来，哦，伊这用吊的，伊这有吊头啊，就吊头安尼啊吊。我咧伊个油擦的，啊擦落水。甲恁那水的精神吼，好。哇，伊就下，哦，渔民专用，迄厝啦，迄小厝啦，烧甲足严重诶！哦，啊，这人咧钓鱼，哦咧夹，看看钓钓。这拢迄落掠鱼啊！哦，这一船哦，啊快艇，哦，速度真紧的。哦，布袋港。这风景足好个，来，啊，再个晒哦，啊，再个一个嘿，台湾的，哦，台湾公主布袋游艇港，嘿，哦，啊，在海边啊，遐咧，哦，景致，哦，啊，一景哦，就是迄落，哦，游艇港就是安尼，安尼外观甲看看。迄位迄个布袋港吼，迄布袋桥吼，啊右转，直直来就会拄到这个所在吼，啊叫做公主吼，啊布袋港游艇港，嘿，即拢停迄个游艇个款啦。
哦。即这个所在叫做高跟鞋，吼、哦、啊，广大的迄个教堂，啊，高跟鞋教堂，我、哦、遐一个巨蛋，啊，回家礼拜，啊，停车免钱啦，哎，即间停车免钱，哦，哇，这嘛是啦，哦，这是来买车，这阿多啊咧坐，嘿。你把参观一下，高跟鞋教堂，迄个就是高跟鞋，迄个星星，迄个就是高跟鞋。这嘛足侪人咧。哦，这拢主题乐园呐，嗯，拢囡仔咧耍虾米？哦，你把敢那童话世界咧吼。对嘛，在卖卖一挂物啊，嗯。好、哦、啊，伊这嘛有迄个小火车啦，哦，啊，这真正是安尼斑马的小火车，哦，真特别呢，吼、哦。哦，我去高跟鞋，嘿。哦，我就咖啡杯，嘿，休闲座椅，真酷呢，吼、哦。那可能是新的景点。停在家里了。我家嘛，够些，一些游戏区。套圈圈，嗯。有落地的啦，会当坐。来这，我就想讲哦，啊，甲驶较头前看卖下咧，哇，啊，拄好看到这个，哦，那个高跟鞋迄、那个。教堂，嘿，啊，大多也是先看到迄个公主的迄个游艇港，哦，啊，这也无人咧坐，那咧海，嘿。哦，啊，这只海盗船，还无几个坐呢。太挤了。哇，那都好小朋友在坐呢，第一四个，真好耍哦。过来，我要玩这个。好。
哇，啊，这一只迄落跨到尾呢，哦。迄人感冒阁无要紧呢，拢袂惊呢，嘿。我你看卖，哦，明仔下午呢，我七手的话来加个咧加落。哦，我这是啊。好了好了。你起家。啊，那个动作迄落。哦。那红萝卜哟。哦。你要吃完了。啊，你这上面嘛吃啊，你这上面嘛吃啊。啊。那你回到这边，还没拍到啦。啊！你先来这边坐的哟，这边徛的哟。啊！要来远一点，先让他嘴巴松松。哇！我那我吃会啊。哦，他伊咧个饲个迄个红菜头，红菜头啦。眼镜啦。嘿啦，好咧嘛，哦，红菜头啊，嘿，咧要买有影啦，温驯的马啦，嘿，咧白马，嘿。哦，骑马体验区了，哎，来骑啦，一百块啦，哎呀，红萝卜，哦，一包五十啦，马儿最爱吃的，好啊，这啦，啊，你买五十块呢，啊，骑马啊，哎，来骑马哦，哎，骑一个一百块，来，你旁边两毛五啊，真好耍哦，嗯。啊，这是会使行，袂使行。会使啊。会使吼。哦，高跟鞋。哦，伫遮啦，啊，徛尾啦，迄只小朋友伫遐咧徛尾。哎，徛一个一百块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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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要我安尼行入去，来行看卖啊哩。哦，它里面的景观就是这样子，哎，螺旋形的，四个洞口。哦，高跟鞋，哦，这大只。哎呦，爱边啊是水池啊呢，咱甲行一日啊，哦，真水，哦，这嘛我那几啊站楼高。让你把体验一下。伊只都是伊的特色，吼，啊，就是迄个高跟鞋，哦，这个高跟鞋呢，足大只，足大双啊，嘿。哦，里面是蓝色的，嘿，蓝色的景观，嘿，到此一游。高跟鞋，哦，太棒了！哦，上面是那个球球，哎，好，正中央拍出去，哎，哦，这里就是高跟鞋。教堂，嘿，
迄嘛是一个小景点，哎、欸，哦，啊，几个安尼，这景观就是安尼，还佫车敢若车呢，对啊。